那个我有时间，可能排在剪辑室整理完之后。哇，那没有这个可能。剪辑室是寒假要整理，对不对？剪辑室很难整理的，云哥。已经在录了，对不对？是吗？我们就随时开始吧。欢迎大家来到草草聊事，我是主持人文化李多慧。哎，自己讲，有掌声吗？没有，没有。我的同仁，我的同仁，好，我走，我走，我走。这个节目就是到此为止，只有短短30秒。好啦，这个节目是由文化课外组所有成员，然后一起。对，一起开播的。我们要聊什么呢？就是聊一些有关课外组社团，或者是系学会，或者是课外组老师们的一些闲聊。那我们欢迎今天所有的来宾。要有一个绰号是不是？我要叫一个比较大众的名字，我是阿明。小明，小明。那有没有可能我叫阿贤呢？小明用过了。老师你还要大家好，我是阿辉，我是阿星，现在都是阿的，都是阿什么？我是阿丸，阿丸，好，我是阿伦。但是原来本来是不想要透露我们是什么是什么大学的部分，是不是？还有单位的部分，是不是？对，那就是希望以后这个节目就是可以让就是社团人在闲暇之余，可能在无聊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边做事边听。第一集嘛，不免俗的，可能要来介绍一下课外组在干什么。好无聊哦，超级真的就是课外组就是在办课外活动啊。对，还有吗？好随便哦，超级随便的。对啊，欢迎大家就是到但是我们网站还想要更新，然后还没有更新，代办事项，代办事项又继续加一，代办事项又继续加一。对，那我们学校的社团呢，其实还蛮多的，对，所以我们分了5个组，对，德智体群美5个组，然后每一个组就是有配一个行政辅导老师，就是刚一些阿明啊、阿贤啊、阿辉啊、阿星啊、阿婉啊、阿伦，哎，好，阿伦没有，阿伦没有，我要混淆他。只有阿伦没有带社团。然后除了就是社团之外，我们就是也有做服务学习，还有国际志工，还有全人学习护照的一些活动。那要不要由这些阿字辈的老师们来讲讲自己平常在干什么呢？大家开始在互推，然后互指，来比年资，然后就是来年资最浅的先。最小的，最资深的先，应该最深的先吧。我最资深，我已经就是讲了一讲的口干舌燥了。所以换阿辉啊，阿辉，那我们欢迎阿辉，他可是知名的 YouTuber。你不要讲到教务处。哎，好笑哦，这个要剪，好啦，就我们办公室其实还蛮欢乐的啦。然后本人是阿辉，然后我负责的业务蛮多的，所以大家就自己上网查，然后。有这样子，对，因为等到你们听到这集的时候，也许我们业务又换了一轮了啊！真的吗？真的假的？好好笑哦。然后我自己本人呢，就是在课外活动组算是比较老一点点点点点点一点的。对，我本人是我辅导组的那个系学会，对，然后我们的孩子们听声音应该也知道是辅导谁，就是我们还有一些不同的业务，然后主要的服务的对象就是我们跟社团有关的事务，系学会有关的事务。好，那先简单。我觉得学生不是想听这个，可能想要听，对啊，可能想要知道为什么都找不到你。你在忙什么啦？我在忙什么？因为我其实课外组的老师都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们被李多慧逼着要练舞，没有，就是有很多业务这样子，非常的辛劳这样。对，像这个节目可也是被我逼出来的啊。对，好啦，目前阿辉的话就是由场地的部分，然后器材的部分，目前你们听的第一年，如果你们是听首播的朋友就是这样子。好，以上一年资来看的话。应该是还是没错，竟然是我阿贤了，阿贤了，贤哥，贤哥啊，要讲些什么？
就是 你从哪里来啊？就是你大概有台中阿贤老师，阿贤老师平常是在做哪些业务？然后就是在忙些什么？这种感觉。平常主要就是现在就是服务队啊，然后带带社团。什么是服务队啊？服务队就是服务小朋友的队伍，然后去国小进行服务，然后可能在寒暑假，对，大家可以一起组队。有兴趣的人也可以组，然后来课外组这边。哦，对啊，那这很忙吗？还好，还行，还过得去。没有，听起来好像就是要去寒暑假才会很忙。平常还是有一些小活动啊。哦，对啊，像社团博览会啊等等。哦，社团要那个嘞，校庆了，有点紧张。校庆，那所以在社团博览会上面是可以找到。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啊，大家可以。那如果都没有喜欢的，就可以创社团、欸，大家一起、哦、喜欢共同兴趣的，大家一起来创社团。哦，对啊，那可以到网站上的公告。好哦。对啊，嗯，那我们就是可以把麦克风给我们的下一位。啊，我是第三资深。第三资深的。第三个资深阿明。阿明。阿明哦，阿明的阿明，我想插话，我跟你们讲，阿明都是课外组最早到的老师，对，而且我没有迟到，我都没有迟到今天。我有时候，而且我当初还想说，哈，今天要这么早到吗？早到也只有主任没有人陪我们，对啊，哎、阿明不想要主任陪，哦，没有，我是说只有我们两个，就还要帮大家接电话，哎，没有啦。没有，大家的那个业务分配不太一样。阿明平常在忙什么？阿明讲白话一点，就是现在在处理毕业生相关的。毕竟我们是在学校，那每年一定都会有毕业的这个场合，所以会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要处理。然后再来就是校园的一些美感教育的活动，哦、因为我们学校也是一所蛮美丽的学校。这倒是。对，真的。组长本人也很美丽。对，而且我们有艺术学院。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基底可以去发展美感教育这件事，所以很荣幸现在处理这个业务。我们的经费就是人家说的管钱财神爷的部分，真的哦，还有管人，就是我们的工读生是我负责约用的，所以希望他们不要惹我。对，阿敏还有什么工作？阿敏目前的工作大概是这样，但是阿敏。在课外组，好多业务都轮过。哎、欸，所以阿明可以当组长？哎、欸，没有，不要，开玩笑的。阿明连硕士都还没毕业。哎、欸，那什么时候要毕业？可能看哪一天业务可能减半，我先毕业再说。啊，这可能是没有在课外活动组工作要抽空写论文，实在有点困难。因为组长会不断的增加业务。我们可以。就是请教已经硕士毕业的阿星，不然透露他叫出来了，透露出来了。那我们换阿星老师，阿星办事员阿星，阿星还不是年资这么前面的人呢、欸。阿星也不是办事员，阿星不用轮班的。阿星可能是目前薪水第二高。哦，讲到这个，哎嗨，阿星老师都在忙什么？阿星都在忙服务学习跟带动中小学，这好像很重要。这个服务学目前来说还是学校的。毕业门槛，但是我们的服学是那个要打扫的那种服学吗？广义来说，它也是其中一小部分。它还是有些人在打扫，但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学生自己出去外面找公家单位或是公益团体了，所以、或者是社团组队，但我们还是会尽量鼓励学生社团队。我这一段超无聊，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想新的话题？还可以干嘛呢？服务有点，服务会感觉有点无聊吗？我想是学生找自己，等一下我家会被爆红吗？学生找的地方太无聊了，他们要自己创造，他们要自己创造有趣的地方。我相信有趣的人，那个地方就会好玩。那你以前有参加过什么就是比较好玩的服务吗？因为
课外组的老师都是有玩过社团的社长或者是会长，就是晋升上来的，对，也都是很厉害的校友。嗯，对啊。那么先邀请一下很厉害的郭巨系。哇、哦哎，我明明是最年轻的，为什么是我？因为不可能是杰出校友。我不是。好，大家好，我是课外组的五班同仁。我是五班同仁，中午才来。没有，早班同仁。没有，我们现在被那个李多惠规定是早五班了。这是应该的吧？对，好，然后在课外组目前的业务呢，就是全人学习的部分这样子。OK， 感觉很丰富哎、欸，对啊，全人哎、欸，不是，对，全人对啊，然后就是我的工作就是一直在办活动。哎，那你办了哪些活动？啊、哦，好，我就是目前很多活动啊，例如一些即将灭亡的校歌比赛。大家赶快报名！对，大家。但是可能在听到的当下已经没有了。校歌比赛吗？对。活动结束了还是那个经费没有？是经费没有了。是活动结束。好，然后还有一些捐血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全人学习跟性别平等，就是一些法治教育的推广。一个非常守法的老师。听起来阿罗老师很会办活动吗？蛮会的啦，我要谦虚吗？啊，我不会耶，我真的不会，我没有办过活动，我进来里面才学的，学得很好。对，自己帮自己说。对，对啊。那对，学习是要怎么弄？就是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门槛啦、然后就是学生在一踏入文大之后，就是德智体群美要各满18点，然后他就必须透过系上啊，或是学校行政单位，以及他可能自己在外面参与的相关的活动，然后拿来申报这个点数这样子。他是真的是一本护照这样子吗？以前是，但现在不是，是啊、现在是电子化的感觉。哦，我怎么讲的？我待很久一样啊，我没有。我前几天看到那些护照好老哦，好旧哦。真的有看到纸本的那个护照？有啊，那个在那个阿辉老师的时候，是不是各自没有销毁？阿辉老师的时候，他就有稍微跟我说了一下，这样子有各自要销毁了。我上次看到我就把它烧掉了，我是见他最后一面而已啦。哎呦，好。好，对，那请问辛苦的业务，很辛苦，很辛苦，对，还有学务处的高教生跟，没有啦，我是助理，对，我是助理的身份哦，对，所以我只是一半放在课外组而已，我的工作其实没有很多，这是一点。我听到弦外之音。答对。我的工作真的没有很多，我还要管学生的办公室。哎。哦。对啊，好啦，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嗯。那最后是？那最后呢？是其实不得不说，最后呢要邀请到的这位呢，他是南台湾的一朵花，这样子，来自高雄哦。来，我们的阿丸，掌声好不好？太棒了、大家好，我是阿丸，还要挥个手这样子。答对。好，我是目前辅导德主社团的阿丸。那德主社团呢，主要就是有生命关怀类啊、服务类啊、学艺类啊。哦。我还有少讲到哪一个吗？心很累。啊！哎，每个都是。应该在场都心很累吧。多累要多累。好，然后我同时也是阿伦的五班同仁之一。对，我们其实是轮班制啦。目前积极的往早班同仁前进。哦，目前不用太积极，因为已经有很多早班同仁了。那好像还不错哎、欸。对啊。我听到什么？我现在进来的时候，课外组都很多人了，我压力很大哎、欸。然后主要呢，负责的业务有国际志工。那国际志工就是我们每年呢会出国进行服务，陪伴当地的小朋友一起成长、学习这样子。所以你是外国人吗？
你说服务的对象是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哦、主要呢去泰国比较多哦。对，那服务的学生呢是台湾人吗？还是有外国人一起参与？哦，你是说组成泰就是国际志工团的学生吗？哇，我们今年很特别，有日本的同学一起加入、哦、所以也欢迎有听到这一段的同学们呢可以积极的去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认识其他的国家的同学。 那我觉得就是这边就可以插播一段广告工商时间就是工商时间就可以让国际志工来募款之类的哦，可以哦，就是、他们可以。剪好的时候是不是出完队了、啊？哎、欸，还没，不可能。问明辉哥，每年都有国际志工吗？每年 OK。欢迎大家可以小额捐款，小额捐款，小额捐款大概要万啦，一万块是小额，对，一万块是小额、哦，没有万我们再把它汇回去。这样账户来来回回，我们会不会以为是在洗衣钱？那大概是这样子的内容。好的，所以就是这个节目呢，就最主要就是要聊聊在课外组的老师以及社团们，就是随便聊聊，想聊什么都可以聊什么，然后可以社团甘苦谈，或者是我们课外组有相关的一些业务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时候，我们就会透过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了解学校，了解课外组在做些什么。对，那大致上就是这样了。真的很像郑林轩导。I'm sorry 。你说禁止抽烟那个才叫宣导。对。嗯，对啊，我们就是来闲聊。然后我们接下来可能想要规划，就是邀请一些现任的社会长，或者是说已经毕业的，或者是说他是历届校友，对。回来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可以邀请他们上节目。然后如果有社团或是系学会，或是有相关活动想要透过这个节目广告的，也可以多多利用这样子。以上，然后没有要啪一声这样子，没有。好，那我们第一集大概就是这样咯，好好好，对吧？还要续聊吗？不用了吧。不用了吧，收尾好干哦，有点累，今天超没活力的。对啊，大家怎么了、啊？我不知道、啊、你们自己你们那个要那个吗？要办校歌比赛吗？是因为要办校歌比赛吗？这个时间现在才可以录进去吧？对，现在比较好笑，现在才是正片，老师可能要正片开始，应该是我走了才在录吧？老师可能要从那个监视器里面接，应该是我，应该是我走了再录吧？手机都摔下来了。监视器就是会常常会录到一些奇异的话，像是猴子啊，对，猴子跑进办公室，校长会突然打开门说：“同仁辛苦了，我们吓一跳。”哦，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很可爱。对啊，反正之后的话就是你们可以现在先聊，然后存起来，以免以后就没有。对，对，存档。哎，一般 podcast 的收尾会是怎么收啊？就是没有，就其实没有什么收尾、啊，就会听到一段广告啦。然后没有什么什么留下五星好评，然后在那个之类的吗？有的会在说什么什么下礼拜上片见之类的吧？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哦。对。一年能上一次片就要偷笑了。那就是草草聊事，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加班，好可爱哦。